光光小地方，系啦。咁我哋中秋嘅话就梗系要同一家人啦，即系同啲亲戚啊一齐可能赏月啊，或者会做啲咩咧？咁梗系食月饼啦。咁至于我中意食咩月饼咧？咁啊，梗系双黄白莲蓉啦，系咪先？哇，你咧？重口味。咁啊，冇一年食一次。我啊中意比较食莲蓉嘅，莲蓉就唔要黄嘅，唔要黄。点解啫？因为。唔中意啊！我最中意食兩個黃啫。我揀咧，我揀嗰啲係唔黃嘅，我就係食雪糕月餅咁樣嘅。雪糕月餅啊？唔係，佢專中食榴蓮月餅。我唔中意食榴蓮㗎，大家唔好誤會啊！緊要好，我哋咧，我都希望中秋節咧可以，大家可以一家團聚啦，可以過一個好嘅中秋啦。咁希望到時可以大家可以玩到，譬如玩下燈籠啊，玩下蠟燭啊咁。但係玩蠟燭咧，記住。不要玩得太過火喎，冇高立喎，冇高立。咁啊，我哋天堂你喺度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，記得食多啲水果啦。